Wait, I got one. Chen老师、家长和同学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陈鼎仁，我今天要介绍最敬佩的华人棒球投手陈伟英。陈伟英的英文名字是Wayne Chen。他在1985年出生于台湾高雄，他从小就热爱打棒球，父母为了支持他。 还去银行借钱来完成他的梦想。其实一开始，因为哥哥被右手打伤了，陈伟英，他父母不让陈伟英打棒球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，用自己的毅力和实力，在棒球上打成好成绩。 陈伟英曾经是两个职业队的王牌先发投手。2005到2009年，他在中日龙队；2012到2015，他在巴尔的摩精英队。今年他会到迈阿密马林鱼队，他。 不但是美国大联盟最成功的一位台湾选手，他还很爱国，他把青天白日的图案绣在领口和手套上。他在棒球场上表达了。 成功绝非偶然，写下自己的传奇。他人工座右铭是：不断苦练，不怕失败，再接再厉。他真是台湾之光呀！谢谢。